我是调香师，我注重我的体态。我是健身教练，我有良好的运动习惯。每个人都有梦想的权利，每个人都可以相信明天的自己会比今天更好。无关乎你是谁，你的身份，只要你想，你就可以。来参加 SF 自我挑战赛，记录下自己努力的身影。我们常常因为社群上的一张照片，陷入与他人比较的负面循环。但如果我们也给自己拍张照，看着这张照片，我们就可以与自己比较。不管是谁，我们都可以越来越好。人比人只会气死人，专注在自己身上，好或不好的定义由自己来给。这是一场与自己比赛，关于体态、健康和形象。如果我们接受自己拥有的样子，就一定能用适合的步调进步。生活在这座城市，不管是谁，都有专属于自己的美好价值。每个人都会改变，透过改变渐渐地喜欢上自己。虽然我不是最出色的人，但是要成为最喜欢自己的人。我是调香师，我参加自我挑战赛。我是健身教练，我参加自我挑战赛。成为那个想成为的自己。